做错事就要自己承担。犯法护黑人，光速翻车。虞美人犯错的人要先愿意认错。我们是一家亲，一家亲，你不知道吗？过去曾在节目上说过，黑人喝醉就乱亲人的 Markio， 本来希望他出来面对澄清，结果一个急刹改口。原来啊，是 Markio 下午开了抖音直播，途中接到范范的指导其电话，希望他可以帮忙澄清，所以 Markio 就送上了这篇高级黑。有一个报道是错误的，所以其他都是真的喽。黑人陈建州他是滴酒不沾的，附上惊讶表情。喝酒的都是姐妹在喝，附上 OK 我们扛表情。再次强调，黑人哥哥是不会喝酒的，从我认识他到现在都没有喝过酒，一气呵成，没有断句，配合度超赞的啦。看出弦外之音的网友笑说，你被强迫就眨眼睛哦，还引来 Markio 按赞，真的有帮到忙呢。就是白痴啊，眼见黑人只能够八番云集，范范也真情护航。范范说，黑人的朋友都知道他滴酒不沾，深深相信丈夫是个正直的人，身正不怕影子斜。不过嘞，根据郭媛媛指控，其实意思是黑人想灌他酒，根本没说黑人有喝。而且管他有没有喝，有没有性骚扰才是重点好吗？好了好了，正当大家疏通了逻辑，黑人又被抓包多张拿酒的旧照，猝不及防翻车了。至于郭媛媛指控黑人试图侵犯被抛到另一张床上的说法，范范驳斥，来过我舅家的人都知道我家只有一张床，而且有一秒不在，只要黑人就立刻打电话给你，立刻打电话过来，我家有一个房间他可以睡在那儿。我昨天半夜明明你还在我家，怎么现在你又出现在这？范范呢也回溯怀孕时期只出门五次，黑人全程都陪同，行动派的网友马上帮他找记忆了。看看这个打卡数量，应该是把出门50次不小心说成了5次啊，不然就是一天出门5次吧。所以实情就是你说谎，可能是小人记错了，记错了。因为我经常看到范范经常浇黑人冷水。台湾的 Me Too 呢，其实玩了好莱坞6年，可是我们也目前算是华人社会里面第一个。2023年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年，是这么多勇敢的人，勇敢的女生，还有勇敢的男生都站出来。这次的 Me Too 运动当中，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面向，就是男同志的困境。一方面，他们一直存在一种试探的社群文化，你某种部分要对自己，把自己对别人开放，不然你可能会被嘲弄啊，或者是揶揄啊。但没想到这样子的一个开放，就变成让人家趁虚而入。你会发现这里面非常多的案例里面都跟权力有关，是权力让这些人脱掉文明的外衣，回到动物性的本能吗？我们也希望说这件事情让有权力的人将来在行使他的权利里面得到警惕，那我们也让很多女孩子知道说自我的身体的界限在哪里。我觉得这是对性平教育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如何道歉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也没有说不要放过任何人，我们也支持和解，但是你要先愿意认错啊。做错事就要自己承担，也勇于去面对。